各位北区华明选区的选民，呢排大家翻工放工出街翻屋企，系咪因为地铁被破坏、巴士被阻路搞乱晒，令到大家好唔方便？未来四年，大家想要一个点样嘅社区、点样嘅香港？11月24日系大家做决定嘅大日子，你会投票俾一个做建设定系搞破坏嘅人？就住11月24日全港嘅区议会选举。HKG 部同埋邦港出声，经随意抽样选出港、九、新界同埋离岛一共45个选区，并向所有候选人提出以下一条问题：我哋问候选人对于今年6月起发生嘅暴力同埋动乱，及参与者所称嘅时代革命、光复香港有咩意见？佢哋嘅答案如下：北区华明选区有三位候选人，一号候选人潘巧文嘅答案系。二号候选人刘家豪的答案是。三号候选人陈慧达的答案是。和平、繁荣、稳定。革命、暴力、放火，你会怎么选？今天不选，将来可能没得选。